小媳妇就去魂兽森林。唐昊，你知道吗？你妈妈不只是美，她是纯洁的，没有半点杂质的心思。虽然这是第一次见她，但我的心就已经被她俘虏了。南无草原，唐三，乖乖大大笑笑，吓死你了！你不是找了我很久很久吗？现在又找到了，为什么不敢过来？兽森林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少女，少女活泼爽朗的性格很快吸引了这两个青年。真推移，两个青年都喜欢上了那位有火龙武魂的少女，但谁也不愿意表白，尤其是那位因为自身武魂变异而无法拥有强大实力的青年。少女却婉拒了他，喜欢的是武魂变异实力低微却喜欢钻研理论知识的青年。夜晚的心格外凉凉。弗兰德为我们主婚，我和二龙终于成亲了。那时候我们都感到无比的幸福。